阵营内排名第三，他是言承旭。他是江韵龙。相爱相杀嘛，首先呢你得相爱才能相杀，然后前一秒呢我们是朋友，下一秒呢就变成了对手。所以这一路走来，我发现其实输赢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。从最初来，言承旭他一直陪着我